赶快跑起来火就力好了。怕。哎，好多蜘蛛，你看，我们火把已经点很多了，还是有怪，我也没办法。曾经王还死在这里过，有记得这个箱子就是放我的尸体，尸箱。哎，好，天就在这里哪！吧。你将近半小时才一哎、欸，题耶，太棒了！我看来只能解四题了。在这个村庄的。这怎么长这样？你可以地毯式搜索，也可以问我，好不好？我看到箱子了，是这个吗？捉，捉。捉，请捉迷藏哎，的请捉。解放这个铁巨人，他出不来，他受诅咒了，他解出不来，快点解救他！稿子，你出门不带稿啊？被你带抓个到铲了！子不带稿，气死！忘记带稿子了吧？我啊，解放他，解放他，大不用佛，推他，他可以自己走了，他想要在这里哦。他不开心是，的时候，他开心的时候就出去，你不要逼他！我气死！叫你不要逼他，你听不懂。他可是这个村庄的最后幸存者，你对他放尊重一点哦。恭不好意思，不好意喜，思，铁巨人大哥，恭喜杰克找到第二个第二个。还有捉，三个啊，还有什么地点？铁巨人村庄哎，还观有众观吗？众，没有请了。求个地点，求个地点。铁巨人村庄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等等有在刷等等，怪塔吗？刷怪塔有。那刷怪塔怎么走？没关系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。哎，你还哎、欸，有身上还有铁吗？没有，都是这个。拿着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！恭喜你要迎来第一个挑战，水桶给你。我们正你义说猫飞猫高呢？高那个吗？还是？我们正义猫猫有一个技能啊，通常其实外人是不行的，但是勉强让你，这个技能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瞬间回去，这叫做我们的回家猫猫啊！走错了，来不及按，我刚一个才砍走怪的时错。候，另一个在八区，杰克100块，为什么砍怪？太突然了，杰克100块，100块，杰克100块，下次见到你，我要跟你收这100。好好好。今天的捐款原本现在固定捐款500块，加码变600，自己复活吧。耶 个屁呀、啊！就从你那边拿。可以啦，做善事。你那边的复活就只有那个哦，对，因为你是外人，好，勉强让你都是原地复活，自己捡东西，记得你的最诅正咒也要常不捡是原地好。复活。正常是那个祭坛的，可是那只有受限我们工会会员，你就让你福利一点。你的铲子，你的好哦。好水桶是我的了，你应该不太会用到了吧？爸，希爸。望。铲子不要浪气 死！谢谢，孩子。好，那我回去拿个稿子。我回去拿个稿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挖，好不好？速度，赶快问问题。所以就是双关塔那边。赶快多问问题！哎，还有摔到了，哦，摔到了，问问题。哦，这边是双怪塔吗？这边是经验区，有我又没有要吗？带你，哦，你又没有问，可我干嘛恶！带？就叫你那问。可以带我去双怪塔那边吗？刷怪塔不止一个。老大，喂，你炸到哪里？门口。300块，你最好给我复原好。为什么你要让他炸？你这个人到底在干你知什道么？我看到就来不及了。
你怎么可以让他乱炸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工会的东西如果有破坏，建筑猫猫会哭哭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罚个300块，他们就不会哭哭了。除非你能那够我复罚原不的完了美，除非你能够复原的完美。我觉得复原到完美有点难。啊！其实我可以砍这边是。不可以过来，地上，地上。这个城怎么这样？你要砍树砍别远一点的，上面还有洞。哎，你今天超一拳呢，我傻眼，还不错吧？错死了。这里吧，是不是好缺啊？我刚刚说上面还有血，还有又摔倒了，看起来好像没了。哎呦，好痛！就这边感觉缺一块是正常的吗？你觉得两边比较一下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我感觉不太正常啊。我感觉不太正常啊。好，我去拿。远一点地方都可以砍啊。哦，好。哦，这个也是杉木吧？这个老会手出，这边有砍一半的啊。那你就把它砍完啊。耶，我也不知道这边也没有杉木啊。好累啊，好累啊。这个人不怎累么不这累，么的奇怪啊？不会不会。很会，很会，刷怪区不止一个。不止一个，我说我们的刷怪塔有好几个。你要我带，我没办法带那你全部啊。有哪几种的烧怪塔？我印象中有枯工跟僵尸。有没有蜘蛛我就忘了。那枯光僵尸哪一个比较近？我也不知道好，你可以那聪明一等我点修的复一问下。题啊，你问2个问题就可以锁定啦。都可以问，好吧？你问题尽量的作弊犯规都可以，这就是海龟汤。等下，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用作弊或犯规的方式问呢。类似地毯式的问呢、那我已经修复吗？既然都要发钱我了，示范没有罚钱，你给我修复好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修复我好？在哪呢？那你这边说说，既然要罚钱了，你给我好好的修复好。我你只在剩拿下一方个小块时，了。我们正义妈妈。都是玩1个半小时，剩下最后的半小时都是聊天时间，没有要工作，也没有要玩。你最后不行就解谜失败，哼！哦，好，我回来修了，气死了！不气不气。有人问说，这2个生怪塔，刚刚第一个问题有问到什么？在深怪塔区真吗？怪我说他，是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你问有几个真怪塔？有几种？其实问有几种是犯规的，因为我只能回答是或否，但没关系，你现在知道有几种了，那你就问啊，是在枯宫深怪塔区吗？是在僵尸深怪塔区吗？对不对？问这2问题，你就知道一定在哪啦。问。是在僵尸神怪塔那里吗？不是，那就在骷髅了。那待会可以带我去骷髅那边吗？骷髅神怪塔。可是，是可，是可，是可，快点修复好！可是这边树叶，它 我不知就是道，我也不知道原本长这样，你就尽量补的类似了嘛。那有些洞感觉很奇怪，一定就是你弄的啊！看看旁边就没有，整个绕过来，就那里最奇好，怪。补了，怎么看可都能还补是的觉有得点怪奇怪，怪的，你的审美观有问题吗？你看这里这个上面就有一个，那里没有，这一个，好，那感觉就一个洞啊。你，没错吧？然后这样吧，可是这样感觉怪怪的。
啊哈哈，走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。啊！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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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！那个店主妈妈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交给妈妈修复。加油 ，Moco！ 窟窿的刷怪区有好几条路可以去，这里好像不是，呀，在后面。有没有安全一点的路？哎，都很安全。来来来来来，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怎么那么远？对不起，走反了。原来是死路啊！哎呀，条条大路通那里，但是一开始就走错了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下面呢，原本是废矿区，然后我们也很意外的找到了一个窟窿的生怪塔。你不会做事啊！会啊，可是我怕打到你啊！你就绕过我啊！今天是你在玩，我就这里等你，我傻眼，我把打下去啊！你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哎呀！竟然完全没反应，有掉药水吗？没有掉红石粉。难得我有火把，我就点一下。哇，第一次在这里有怪。哎、欸、有 Creeper 你不要让他爆哦。不知道，我快速的走过了。好，这里都是窟窿生怪区，刷怪区。怪下面啊，最下面。咻咻。好。这里就有窟窿刷怪区。这里整个地方都是，这个人又在用地毯式搜索，真是想气死。不难过。那在窟窿生怪塔里面吗？里面吗？你说那里面吗？不是，是。这边是一只鸡吗？哦，它是哈利波鸡啊。哈利波特不就在那个橱柜下吗？是在哈利波鸡的旁边吗？是。那个打得开吗？名就可以，有那么难吗？箱子先打掉。我刚才解不开啊，因为我刚才有看到很像箱子的东西啊。女音就那么明显，这就不用救他了。对，只要箱子打掉就好了。哈利波基永远被封印在这里，因为他是哈利波基。里面有什么？二。哎、欸，你在打什么？你打箱子就好了。我打箱子啊，没错吧？你明明就连后面的都打掉了。我打箱子而已。你接下来打的是石头吧？我没有，我真的只有敲箱子。真的，反正我相信我箱子。哎、欸，好箱子，哎、欸，所以这里原本就多一个洞哦，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没看到这里有一个洞。好，误会，不好意思。好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桌二间三个了，你还差两个，加油！差两个，再来给个地点吧。哎呀，不过这边没人嘛。对，有在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吗？你的还没有是指你的还没有，还是我们正义猫猫的还没有？你们正义猫猫直播时还没有去过的地方？没有，所有的诅咒都是在我们正义猫猫曾经去过，或者是肉眼可及。比方说，像我们一开始那个最上面的广，我们虽然没去过，但是肉眼可及。嗯，有在史莱姆区吗？没有。嗯，有人说哈利波基，请问有个地方叫水帘洞吗？这样，有水帘洞先生，有人说哈利波基有可能会掉出去，所以欸、对耶，等一下哦，这么远的距离我有办法放到吗？哎呦，拿错，差点弄死哈利波基，差点被烤鸡了。好，哎呦，拯救，没事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救援成功，救援成功。那有在水里动吗？没有。嗯，顺着这个就可以走上去。我觉得走快一点好了。冰柱岛？什么？冰柱岛？冰柱岛没有。八七八七八七岛。